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乔林日志带大家来新加坡的 Chinatown。那我们今天要逛什么呢？因为 Chinatown 最近有开一间很棒的超市，叫做斯加克。OK， 它是有很多就是中国的一些东西，然后华人的东西都在里面，然后听说很便宜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看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到底真的有多便宜呢，然后台湾的东西里面有没有找不找得到，然后它的名字叫斯加克，所以就是思念家乡的客人，所以只要思念家乡的客人都会到它这一间店来买东西，然后我们就来看吧， Let's go。好了，我们到了前面这里就是斯加克，它的店面很大，所以你如果坐 MRT 过来的话，你要到 Chinatown 的 A 出口，然后它也在珍珠坊大厦附近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就先逛逛吧。这边是结账出口，所以我们要找入口在哪里。嗯，这边是入口。对，这边是入口，好，斯加克国货超市，它指的国货是中国大陆，那我们要进去咯， Let's go。 好，这边有一个地图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，它的店名就是居伦斯克克斯加，所以斯加克跟我讲的没有错。然后这边有一个 entry， 那我们要进入，所以我们现在进来了。然后首先进来室内第一排就会一大排冰箱，这边就是卖一些冷藏的东西，所以你会看到饮料、汽水这边，还有冷冻的东西。真的卖很多海鲜和火锅料理。哎，最近冬至刚过没多久，这边好像没有卖汤圆哦，这里有卖水饺。我看啊，这里有卖水饺。然后接下来第一排呢，第一排是两边货架，这样，右边就卖一些就是酱料，这些是烤肉酱，对，然后。这里是娃娃菜，这边是娃娃菜，这一些腌的东西，一些下酒菜或者是下饭的东西，对。然后这边是小龙虾，龙虾料理。这边大家的腔调都好奇怪。好，这边是火锅，麻料香锅，小肥羊。啊，这是肥羊，草原肥羊的汤锅料理。哇，这边很多人喜欢吃火锅。然后这里是酸菜鱼，酸菜鱼。那这是香辣，那些东西有手撕蟹，有手撕蟹。这边是海带，海带蒸。是卖一些火锅的料，有年糕，这是年糕，对，然后这个是面，港式捞面，然后下面还有乌龙面。好，这边是卖一些饼干类的东西，对，有柠檬夹心，这是一些苏打饼干。很多苏打饼干，这边有一整箱的王老吉。好，这些是一些火锅类的，对，不用热的火锅。然后这里有卖沙琪玛，很多沙琪玛的品牌都有。这里是卖麻辣烫粉、米粉，还有康师傅哎，功夫河粉。这边
这里都是面类，这边有卖辣白菜跟一些辛拉面，这就不是中国的东西。这边有卖乐事哎，好，我们来一条一条逛这边的。这边有卖巧克力，这是酱油，左右边是酱油，酱油、黄油、醋，跟这里是调理油，啊，这里是罐头。哦，看到了台湾的味全花生面筋，面筋。这个蘑菇罐头啊，这样子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饼干。那这边也是罐头类的食品，有豆腐乳哎。然后这个是辣的那种木耳。一些舶来品的一些酱料，我这边有一些日本的酱料吧。好，我继续逛。啊，这边还没有逛。这里有麻花。好，这边是一些饮料区。有酸梅汤，这个是苹果醋、陈年醋那些的，还有卖一些可乐、猕猴桃，这是奇异果汁，那这是苹果汁，这有卖米，这边是糙米，然后这就是花茶喽，这是花茶。这边有雪花啤酒，哇，雪花啤酒500毫升是3块钱，它是玻璃瓶的。那这边有青岛啤酒，600毫升，4.2。我们迷真的是要卖。这里有青岛啤酒，青岛啤酒卖4块钱。Costco 是嘉士伯，新加坡很多人还蛮好喜欢喝这个，这是500毫升，3.45。那这里是卖一些茶类，对，红茶、玫瑰茶这些。好，这边是一些咖啡，3合1的咖啡跟泡的咖啡。好，这边是一些干粮类的，你看到有香菇，然后干辣椒、茴香，还有冰糖、莲子都有。然后这里就卖一些盐，这是卖低钠盐，然后还有味精，另外味精。然后过来这边就是一些粉，就是味精粉，然后还有泡打粉。有马铃薯粉、小麦粉是做面团用的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些生粉，这个是生粉，好，上面这个是玉米淀粉、马铃薯淀粉、豆腐淀粉，还有面包粉。哦，这边还有卖鸡蛋的，我看一下，鸡蛋这样30颗是4.5块钱。4.45块，就大概4.5块，就还好，没有到很便宜。然后这边是10颗的鸡蛋，10颗鸡蛋是1.9，哦，卖光光。好，这边是另外一区，这边是卖综合果仁，对。然后这边还有卖奶昔，蛋白奶昔，对。然后甚至坚果棒。然后再过来这里是一些零食。虾味鲜呢，波浪饼干这样，它大概一包是1.5块钱起。
田乐事。波浪，然后这边也是零食，还有蛋卷，卖蛋卷。旺旺，看一下旺旺多少钱？旺旺酱是1.2块钱，雪花旺旺是1.4块。这边是香体梅，这都是中国的东西。还有锅巴的那个格子饼干，格子饼干是1.2块钱。好，过来这边也是一些饼干类的。这边有卖中国的 Oreo， 它有 Pokemon 的系列。青剑哦，新加坡因为不能卖口香糖，所以它这里只能卖薄荷糖。还有维他命 C 片，然后这边有豆乳、雪花酥，然后跟这个大辣片，这个是配稀饭呢，有的时候很好吃的。这是低脂鸡蛋干，是减肥的良品。OK， 然后下面还有综合坚果。OK， 再来看下一个。这是3只松鼠的气泡瓜子仁，就是调味的瓜子，还有水蜜桃味，下面是可乐口味，还有 cucumber 黄瓜味。好，这边疫情，所以这样子是4盒10块钱。哦，4盒10块钱哎。而且它是3层的，很便宜耶。它这边写说促销品，4盒10块钱，哇，无限量啊，所以你要买多少都可以。1盒等于5块啊，4盒10块，它一次要你买4盒。哇，我才刚买没多久哎。好，这边就是一些卫生用品啦，你可以看到卫生纸有没有，还有一些厨房纸巾。对，这都是国内的品牌。还有清风人类的卫生纸，厕所用的。然后这边还有，这个是肥皂，洗衣的肥皂。下面还有卖洗衣服的东西，洗衣精6.75。好，接下来这里是抽取式面纸，150抽是3块钱，总共3包啊，这样小小的3块钱。然后我这边还有，你可以看到有漂白水，洗衣精。然后这边过来是卫生纸跟卫生棉，这些都是中国品牌，还有苏菲哦。苏菲是国际的。然后这边就是厕所用的牙膏啊，然后漱口水。然后这边还有洗面乳，还有花露水。然后这里是沐浴乳。然后这边就是结账了。好，就大概这样子。好，我今天买了一个桂花酸梅汤，
跟乐事柠檬香柠口味的，然后跟一个旺旺雪花饼干这样子。 OK， 我们要先去结账了。这边还有卖一些比较我没看过的东西，六神之润芦荟香皂，这是六神牌的。然后这里还有Olay的肥皂，然后再就是也是六神牌的，它是爽身粉。再就是潘婷的氨基酸的，就是防头发打结的。然后再来就是六神类的沐浴乳。六神在中国大陆是一个应该算有名的品牌吧，要不然怎么会进这么多。这外面它卖一些比较过年的东西，瓜子啊这些的，核桃。然后这里也是，然后这边也是一些零食类的，大枣，然后芒果干，对。然后这边也是核桃、瓜子、花生，这是外面的饼干，就是零食类的，是好吃点这个牌子的蔬菜饼干。好，这个是斯加克外面的样子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它店面很大哦，对，它在靠近 Chinatown A 号出口，所以往这边走是 Chinatown 的 A 号出口，然后往这边走呢是 Chinatown 的佛牙寺。OK， 好，我今天这样子买下来，这样子一袋就是两包饼干零食跟一个饮料，这样是5.65块钱。对，我觉得还蛮便宜的啦，就是平常解馋的时候可以吃一下。然后这边是斯加克，然后是中国大陆的超市，然后我觉得还蛮好逛的啦。可是台湾的东西真的好像似乎都没有，我只看到味全的酱瓜花面筋，然后旺旺算中台湾的嘛，旺旺跟旺旺鲜贝这样子。对，好的，给大家参考咯。那以上是今天乔林子，那我今天带大家来新加坡的 Chinatown， 然后逛斯加克。 OK，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影片，那我乔林子下次见，拜拜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